网友们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凉菜，啊，板肉，啊，也是我的私房菜，保你绝对好吃，操作还简单。来，下面咱们开始制作。尊敬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衷心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凉菜，压板肉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天天学做菜，健康自然来。啊，首先准备啊一个啊猪后腿的肉啊，带点筋头巴脑为最好啊。有压板肘啊，还有压猪头板肉，咱们今天呢用精肉压个板肉啊，成本还降低了，还好吃。把精肉先改成长条啊，四方块都可以。切好以后放在清水中，把猪肉泡一泡啊，泡它个20分钟，泡去血水，有效去腥，用手抓一抓。准备一块大一点牛皮啊，用喷枪燎去毛茬，燎得狠一点啊，放入肉皮吃着啊，板肉更筋道啊，因为肉皮能熬下来胶质，成本还大大的降低。调好以后放在清水中泡个1分多钟啊，泡好以后再用刀把这个胡巴面啊刮掉，刮净，多刮几下，刮好以后再清洗清洗啊。准备点香料啊，两片香叶啊，大约0.5克的桂皮，0.5克的小茴香，一个八角，也就0.5克的花椒，半个草果，几个小辣椒。把香料放入空碗中，放入开水啊，泡个2分钟，去掉苦味，控干水分备用。切点香片，少放点大葱啊，放在盘中。勺中放入凉水啊，把精肉放在里边焯一下啊，一定要放凉水打焯。凉水呢能有效的散发出血水的和腥味，如果要是开水一下就烫住了啊，血沫子和腥味散发不出来。再放入肉皮，放入黄酒，把火打着，大火烧开，开火以后把浮沫打掉啊，煮个10分钟，一定要焯透，焯透以后捞出，放在盆中，再放入温水啊，不要高凉水，高凉水一激发财，把这肉和肉皮再洗一下，这顶有血沫子，再把肉皮顶上的油啊，尽量片下来，少带点没事，不要太多，小心不要片手。片好以后再用刀刮一刮，以后再把肉皮清洗一下。勺中放水，把水烧开啊，一定要开水啊，先放肉皮，把肉皮先煮至30分钟，让肉皮下了胶质啊，少放留一点点盐底味啊，3分口的底味，摆点胡椒粉，把这个香料和葱姜装在一个香料盒中啊，把香料盒扔在里边，好，等待，好，30分钟一到，开开盖，放入焯好的肉啊，一定要先把肉皮熬下胶质啊，要不吃着板肉最后发财，没有弹性。大火烧开，转为小火，再炖至45分钟啊，肉不要过于烂啊，过于烂了吃了呢也是又发财，好，等待。好，时间一到，看看汤汁已经靠的差不多了，看这肉皮酥烂啊，非常的酥烂啊，一碗稀碎，把火关掉，稍稍晾一晾。肉皮啊也可以剁碎直接放里面就行，成块也可以，找个小盆或者是见方的模具都可以啊，装在盆中，汤汁都装在里边。把肉和肉皮啊尽量摆平，紧上一点啊，再把这个肉皮，剩下的肉皮上下都铺一层，把剩下的皮冻水倒在里边，封上一层保鲜膜啊，晾一晾啊，最好稍稍晾凉一凉，晾凉以后
顶上做个盆儿啊，搞点水上，啊，放冰箱，镇大约2个多小时，凉透为最佳。好，等待。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兑两个啊蘸汁儿，准备几瓣蒜，给我刀拍一下，放蒜缸中，等会倒点蒜泥，少放点盐，防止蒜泥氧化变黑，捣碎。捣碎以后，放个碗中，搞点矿泉水，泄开。放入酱油啊，喜欢放生抽的放生抽，点两滴的香油，哦，香油到锅了啊，少放一点，啊，把剩下的蒜泥放在另一个碗中，切点小葱花放在碗中，再放入点熟芝麻啊，能吃辣的放小米辣，切点香菜末，先放在盘中。准备几个小干辣椒，切成段儿，烧点热油，烧着冒烟儿，把辣椒段儿到里炸一下，炸好以后浇在碗中，将葱蒜炸一下，再放入生抽，少放入点香醋啊，点两滴的香油，不要多啊，放入。切好的香菜末，拌一下备用。网友们看一下啊，咱们搞冰箱镇了得有3个小时，啊，时间一定要长点啊，凉透，看看梆梆硬，啊，来倒出，找个刀子啊，或者扁池子，都可以一撬就出来，看，非常的硬啊。给大家先切开一刀看一看啊，非常的有弹性，一定要多剥柚皮啊，柚皮剥少了吃又容易发财，啊，来给大家改一下刀，改成小块，商业版的切的非常薄啊，像纸那样，咱们家庭的切成厚片就可以，大约2-3毫米，薄厚均匀，大家看一下。非常的有弹性，啊，摆在盘中，再给大家切几片商业版的切法，看，切的像纸那么薄啊，非薄非薄的，哎，剩下这没切了的啊，搞保鲜膜封上，放冰箱里恒温保存，啊，随时吃随时取，啊，切着薄片像纸那么薄，摆在盘子上边。摆好以后，撒上点香菜末点缀一下。好，非常好吃的板肉完成。好，网友们来，我替大家品尝一下，看看咱这私房菜啊，板肉啊，这是我在酒店工作呀，自己研究的。但是我在酒店前卖前啊，是啥呢？我放这个皮冻水啊，不放柚皮，柚皮呢单压皮冻啊，那全是肉啊。但是今天咱们呢，为了说成本降低还好吃。记住，柚皮一定先煮30分钟啊，让柚皮下来胶质，又不要煮时间长，过于长了猪肉发柴，来蘸上灵魂料汁儿，来我替大家品尝一口，这道菜非常好吃啊，老少皆宜的一道菜，入口啊凉爽啊，口弹非常的香，特别的好吃。好，感谢网友们的支持，有什么要求请你留言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